们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伟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百宴界的香奈儿八角卷梳，它可说是当今祝寿崛起之秀，取代传统祝寿匾额。在刻制上，它不仅迅速方便，加上 LED 的别致点缀，它的出现大大的翻转了百宴守旧的形式，之后势必将创造一股卷梳热潮。接着我们就来看看老师说怎么创造这股卷梳热潮。师傅一早便开始热机台，清理用具，准备今天的工作。即将面对的是几千张的订单，而这些都来自于卷梳。这是一块平凡无奇的亚克力板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看看它怎么从无到有，怎么样创造千万的商机。这是 LED 书卷。顾客可以自由更改你的公民、神尊名称，还有敬献者名称，是时下最流行的一种敬献方式。了解顾客需求后，将空白亚克力板送入机台进行镭射雕刻，刻完经过水洗程序，模底扩充。增加凹槽宽度。完成后，安装 LED 灯条，时尚百宴书卷就大功告成。这集看见传统形式的革新，也大大改变祝寿用品的方式。老师演绎，我们下次见。